扩音，非常猛，这家不会松，从阿巴会就来过户为了扩音。还要走多久才能见到你？最后就是当老师可悲，该怎么说？你才会喜欢听？你的眼睛里藏了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情，想和你靠近。这一刻你是最伤感的人，你用你的独特写着你的永恒，温暖而陌生，迷人而深沉，怎么爱你最后没有伤痕。这一刻你是最伤感的人，光通尘，我纯粹美的颜色，温暖而陌生，温暖而陌生。
要走多远才能到达不再睡的地方，没有受过伤的地方。想藏起来，口袋里把手心翻出来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哦哦哦，无聊的时候张开眼睛，无聊的时候我张开手，脖子太酸头很痛，张开嘴巴想说什么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哦哦，你是最美的风景。说再见的时候，在寂寞无限延长之前，是我渴望热烈拥抱靠近的时候。说再见存在着，哦，与你无穷的因果等待观测着，他说再见的时候，在某个平行宇宙。Why？ 这薛定谔的爱，这薛定谔的依赖，下一秒你掌心摊开，是否还存在？不是爱因斯坦，不懂爱的时态，撑你的贝润，拿着你的保护伞，在假装有你的宇宙里飞行。的时候。
笑着过着每一天。